有一个不团结的不碰拳，没错，就是 ADC。啊，你为什么不碰拳？嗯？死不了吧，我就不吃药了，升50块。比你的日文好多了，我日文那玩不了，杰斯除了炮放的有点歪，思路对就行。你比如说走位扭这个克烈的 E 技能啊，不是 Q 技能，什么 E 技能 Q 技能，炮是这样放的，没错。时刻准备着。
他这样算拿到印记还是没拿到印记？他这样算拿到了吗？我不知道呀。拿到啊，那可以了呀。有助攻就算，那他这个拿印记的条件，我还以为他死了就拿不到了呢。那他都到我脸上了，那不站着打怎么打？我不是把他闪现打出来了吗？我把他一 Q 扭了，随便打，想怎么打怎么打。我 Q 扭了肯定能打过的。让破白装来吧，没闪现，他应该是。能买得起这个？那要不直接说魔戒吧。买大剑应该没问题吧。他能买得起大剑不买大剑吗？我买不起金石啊，问题是。慢慢叠喽，200层了。
空了。变形完毕。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啊！不太对劲儿。靠这个梯吧，真的是两个梯。不对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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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对劲。我魔戒还差一点，下波团战能叠出来。他为什么没叠出打野刀也能减 buff 呀？不是应该打野刀叠出来才能减吗？正在充电。现在改成时间了吧。哦，我真尽力在输出了。会打输出的杰斯，那就是好杰斯。那么话说回来了，下一件出什么？塞尔达吗？没见过呀。
幽梦啊。枫叶，哦，大概懂了，那就来个幽梦吧。对面也没有太多护盾，不需要巨石了。锋刃是吧？锋刃加塞尔达 ，OK， 收到。没事，我认可你啊，肯定是有的。打到辅助了，这个炮是短了。杰斯啊，这个厄斐琉斯才是主力啊，我感觉我只是一个假装是主力，我们 AD 才是主力啊，是三个头呢。夜之锋刃有了，但是这样出怎么感觉技能级数有点不是很多的样子，怎么就等等等等了？
走吧，龙王来了。塞尔达是吧？应该没错啊。炮好像放的不是很好，他说的是什么老大啊？我听错了吧？为什么看我玩杰斯很难受啊？因为很僵尸是这样的，看着难受是正常的。六杠一的龙王还是很肥的，小心。他这波有那个加强大，这次跑得更快了，我操，闪现大，不愧是老颗粒啊，跑的就是比一般的颗粒快。我操，没有什么事儿啊。MVE 没了吗？给 ADC 也很合理啊。ADC 17-3呢，这个 MVP 给 ADC 我觉得是非常的合理。啊。对，肯定是他更 C 啊。好，看下进度条。